牛骨髓。咬不动啊，这个骨髓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泉州晋江的小鸭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
今天吃个牛骨髓，但是找了半天勺子没找。你说这小勺面勺怎么往里抠啊？这怎么吃呢？哎呦妈，这么烫啊！我用它试试啊。哎，完了，碗碎了。我找个大勺子啊，我找一个大勺子来了。大勺子最起码能装开。真腻人，哎呀妈，是真香啊，同时也是真腻人呐。Okay.